最近我想你们都去找緊消毒抗菌液了，我现在就介绍一款我们全家都啱用的白因子消毒抗菌液。这个呢其实就是白因子雾化机来的，只要将它插在这个白因子的抗菌液上面，它就会有些雾化出来的了。它呢就是有这些作用的。之后呢就是这个，你不要以为是一桶水啊，因为呢这个是白因子来的，白因子是无色无味的嘛，所以就是透明的，还有五星的。跟住呢只要将这个插上去这个度呢，就可以 refill 落去这个度的啦。挂名全家都啱用，梗系叮叮都啱用的啦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宠物皮肤健康防护液，可以给狗仔或者猫仔，其他宠物都得的，可以随便喷的。出完家之后呢，啲毛呢就会沾咗好多嗰啲细菌，所以就帮佢喷翻干净。而家我同丁丁去街街